据韩国媒体报道，据悉知名韩国演员朱镇模于6月1日在济州岛与圈外女友闵惠妍正式完婚，女方也在社交平台晒照秀情侣对表。据悉朱镇模的女友比其小10岁，是一名毕业于首尔大学医学院的全科医生，因出众的容貌而被观众称为韩国医学界的金泰熙。朱镇模曾在早前1月公开承认二人的恋情，二人经朋友介绍认识后渐渐发展为恋人，二人平时也有着钓鱼等共同的兴趣爱好。此外，本次婚礼十分低调，只邀请了家人和朋友前往。据悉，朱镇模与女友刚刚承认恋情不到四个月，就马上传出了两人结婚的消息。对此，不少网友也是表示：“真爱来临，挡都挡不住啊！”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